AI 的报告啊，现在介绍一下嘛，他是也很幸运的这个，哎，他可以非常如流了，基本上跟 HoloLens 一样的，这是我 AI 技术下来的。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转变，所以大堂呢，它本身的经理就以 AI 的方式，最新的那个什么数字银行啊，基本上他们演变了现在的整个市民哦，已超出我们的想象，所有的 transition， 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里都可以无限的那个落实。